全国模范社区标杆的和平南屯社区，元宵庆祝活动热闹滚滚，多元的奖项让参与的乡亲唔惊寒，全家伙啊拢来参加活动。运动器材啊，这非常棒的啊哈。哦，这哦，咱国外吼，一条咧卖吼，拢几千块嘞吼，几千块嘞吼。268号，268号，268。南屯社区庆祝元宵的活动，请乡亲热情参与。连风是伫吹，但是是无减乡亲的热情。人手几啊张毛彩卷，一滴张是盼望会使得到大奖，为今年带来好彩头。哦，464号，464号哈。介绍咱这台是1359158号。麻烦找，请我们请上。恭喜呀，恭喜！恭喜咱这位大姐哈，抽到咱的大奖啊！抽出得奖的号码，得奖的人是真欢喜上台合影，舞台下大家嘛是拢真恭喜，嘛拢期待新的一年国泰民安，大家人拢会使伫新的一年一开始，就会使有一个好彩头。新中华新闻江代锦何必常报道。